接下来最后一位啊，龙哥可以吗？不可以，可以是不是？可以了是不是？好的，接下来最后这一位呢，是来自我们台北，而且呢，在我们北部素有 Lucky 主持人之称。虽然说他今天脚受伤，但是呢，他依然决定他要抱伤上阵。让我们欢迎来自 IP Studio 的洪龙老师。